红灯，你想坐就先坐呗，等我会，我把衣服脱了，你等一下。做消音处理。Thank you.
冷吗，哥哥？不冷不冷。上海的店铺装修都是这样，挺好的。还有家天真蓝的，哎呦，这么黄金的地方，刚才钱赚了不少。那是的。你看小狗狗，上海小狗在一个上拉尿。上海的狗狗品种是不是大多都是贵宾犬或者是国美之类的？好像香港的话。那个大一点的狗多一些是吗？对哦，香港那么小还养那么大的。是啊。哎，这鲨鱼长得好可爱呀。好可爱呀，好小一个。这是什么？Gas only。餐厅吧。武汉以前也有一个这样的建筑哟，上海展览馆，苏式建，苏联建。武汉有一个。上海展览馆，那不就是黄晓明跟安家 baby 结婚？对啊，就这里。在这么穷的地方结婚啊？对啊，我也觉得很毫无情调。这他妈的展览馆。而且这，但这个效率比武汉那个帅了，但是。白建功还不是这个柯林平公还。苏联只修了四个，在中国修了四个这样的地方有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武汉。哦。那武汉的拆了，被台湾人拆了。我小时候经常跑到那个苏联的时候，那个馆里面去玩，所以有很多很多回忆。那什么时候拆了的呀？九几年吧，有个傻逼市长拆，然后武汉市长、武汉市民，因为他拆的这个，全都记住了，大家知道。叫什么名字？赵宝江。大家是不是管？说做武汉的市长不可能比赵宝江更差。挺怪。他在的时候基本上经济没有发展，然后还不狂拆武汉的地标性建筑。有一段时间国内好像到处都是大拆。一条竹竿，我踩着水。哦，你会唱吗？会。什么叫抬着水呀、啊？你跳着蛋，我抬水。这楼怎么感觉修了一百年了，还没修好？这什么楼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在时候就在修吗？对啊。我们那时候没有修这么高吧？锦昌文华改建工程。我会再去淘宝上买一个那种可以把这些绑在我袋子上的装置，这样我就不用举着它了。你也真够懒。你想，我们走了一下也走了这个地方，你觉得这个地方离优衣库远吗？挺远的，还要走不少路呢。但我觉得已经很近了。已经到恒隆了。但是恒隆估计还要走很远。是吗？
对万国的认知从这家店开始。在你告诉我，在你告诉我这家店是我们万国什么的时候，我以前根本没听过这个牌子。IWC 挺有名的呀。那你知道他是美国人建的吗？他英文名叫 International Watch Company。好土气，还是 IWC 高级。看人情，还挺多人见的。那家鞋店被卖的非常便宜，6558便宜啊，18000便宜。查标价，谁会买？就是这家是国产的，比较烂的皮鞋，不知道为什么却开在中央一条街上。哎，梅龙镇广场重新开了。啊？梅龙镇的那个电影院重新开了。你想去看吗？有什么电影好看吗？倒可以搜一下。压力啥呀？在哪？哎，就撑，志大夫撑不住了，搬走了。是吗？以前这是。志大夫呀。正对面就是了吧？我觉得没有走20分钟啊。没有没有，再要走一会儿。好。这样不绑慌呗。还有管硕今天请我们吃饭了。这一下，这样很便宜吧？不能给你们朱律师相比。朱律师后来怎么样啊？你想知道，我可以打电话约他们出来吃饭，行吗？约谁？随便啊，纪委什么都可以。我讲一次嘛，不过往前一步就是，哎呀，重要呀。周大福一堂，这是周大福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？我不是第一次，就是我跟你确定关系那天晚上在这里，你打的走掉了，还记得吗？就是我在这里打的走掉。嗯，我帮你拦。啊？我帮你拦的呀。是在这里吗？对啊，就这里。
没有，吃了那边一个什么德国菜。逛吗？阳光了。哦。这阳光也开始扣我们钱了，我靠！